大家好，最近卖出了一箱杨梅五斤，所以在顺丰那边买了一个箱子，22元。里面是这样的，一个放杨梅的，称一下重量，光这个包装有2公斤多。这个冰袋1斤，那个客户是江西的，寄到江西，运费要到这60了。2公斤多的包装加5斤杨梅，运费好贵啊，要60。杨梅卖10块钱一斤，大部分都是运费。装好了，这个箱子杨梅5斤装不了。只能装4斤多。好的，那个现在送完快递回来了啊。后来顺丰收了46块钱，比56块便宜了10块。慈溪杨梅销量是非常的火爆，但是这个快递费实在太贵了，感觉客户从网上买有点不划算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咱们下回再见哦，拜了个拜。